瞧不起你，我确定。对呀、啊。我确定。有本事别躲呀、啊！那你要吐的话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这是他们。那别躲。爬进去了，爬进去了，突然就会感觉到一阵刺痛，感觉就胸口痒痒，然后突然一下就，哎呀，行，OK。你冷静吗？你在想你冷静吗？来好了，太轻松了，再来两个就爆了。好，大家好女孩了。